看一看。嗯，不等我就先开始吃了，还把肉全都夹到自己碗里去，可恶啊！看他啥都吃。你干嘛呢？你干嘛呀？快吃吧，你快凉了。于是我偷偷找了工作人员，悄悄把娃娃买了下来。3, 2, 1, go！ 哦，你是你的人，我不得不承认，我可取代的认真。今天又回来太晚了，说好要陪叶子去玩，怎么电视还开着？今天说什么？睡在这儿了，叶子。哎呀，也不知道盖个被子。怎么醒了？你回来了。他是不是吵到你了？没有。怎么在这儿睡了？我在等你。你吃过了吗？没有吧。我就知道你没吃。你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给的关心。怎么了？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去给你睡一下。快就好了。燕子，看这什么？最后一个买到了。你吃了？来，干嘛？那别走啊，别走！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没有。你确定没生我气？我感觉你生我气了。没有。你没生我气，你为什么要这样捏着我的手？啊？还说不是生我气了？你是不是关机了？没有没有没有，轻轻摔一下，不至于。那咱们去修一下吧，没关系没关系，坏了就咱们就换一个。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呀。刚才这个手机终于开了，我以为今晚开不了，还生我的气吗？我没有生你的气啊。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开心？我是以为手机要是坏了，那里面还有那么多你的照片，还有你的回忆，这都找不到。你担心这个？不过他现在好吧，快吃吧。你去哪了？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本来说好带叶子今天去吃牛排，结果又加班到这么晚，现在已经12点多了。叶子回来了，怎么不开灯啊？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你什么时候弄的？是我自己蛋糕，像不像？哪里像？它太丑了。你很可爱，我把它吃掉。我不吃了，我带你出去吃点东西。我吃饭。
你不要吃一口那个蛋糕。好吧。什么？给你准备了节日礼物。我爱你有种作，等有新的冲突，风光却怕没有退路。六一儿童节，我给叶子准备的，就得在这种不是节日的时候准备礼物，才能给他惊喜。快六一了，请个假给叶子选礼物去。叶子一直想要的墨绿色的手表，这还有个幸运石黑玛瑙。2 hours later， 我回来啦。那个什么，把床收拾收拾呗。床不是挺整齐的吗？哪有？进去吧。打开看看。你想去很多地方。宝宝。两岁，等24岁。这粉色的是什么？直看不手表，你怎么会给我买手表啊？我给你带上。以前的时间一直没有陪在你身边，就希望以后用它来记录以后的一些时间吧。哎呀，你干嘛？你又哭了？别呀，阿姨。要哭。好看吗？好看。还好多没拆呢。听说女朋友新公司有很多帅哥，于是我叶子有点紧张，一直在查一些相关事宜。把牛奶先喝了，给你打开了。你怎么找到新工作这么开心？找到新工作当然开心啦。那我在家养你不好吗？但是我找到工作了，我就可以养你了。养我？我回头把工作辞了。你上去啊？上去呗。等会儿给你准备的东西。这么多啊？你上班不得都把东西准备好？啊，这个呢？怕你热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放在桌子上。哎，我也有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摆在桌子上。那我晚上下班来接两个，带你去吃好吃的。你怎么来？我还有点文件没弄完，待会就弄完一起。哎呀，那个。我做了饭菜给你带回来，如此相信，如此决定，才让你选外卖的。这么忙跑过来不安全。外卖的身体不好，叶子不要健康了。先忙吧，我弄好了再叫你。爱你有种作，等有新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是怎么上最后唯一的啊？红色高跟鞋。刚刚态度不好，惹叶子生气了。下楼倒垃圾，倒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我得去找他。我一下楼就看见小叶子自己在这生闷气，在这气的原地跺脚。嗯，怎么坐下来了，小叶子啊？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委屈了？我没有委屈。我刚看到一只大肥猫，一直在欺负一只小猫咪，我觉得小猫咪特可怜。那这个大肥猫真是该打。别不高兴了，我给你变一个东西吧。你看，手机壳吗？你看这上面是什么？免费定制的，免费的。你打开支付宝搜索这个骑士卡，我们就可以免费领这张骑士卡，用它可以 DIY 很多情侣周边，就可以定制这个手机壳。我们去吃海底捞洗，都是五折。什么的五折？带你去吃好吃的。你在干嘛？你干嘛？你今天。今天有没有回家喝果汁，试一口，果汁太难了，先喝果
送礼物给女朋友之前，买了一只狗狗送给女友后，咦，开心！叶子，开视频，叶子啊，怎么了？我有点饿，我吃完炒饭呢，我想吃完炒饭。你自己吃炒饭。叶子，蛋糕好不好？不是饿了。有没有什么叶子啊，我感觉我被那啥了，故意不给女朋友买喜欢的东西会怎么样？看上这个，嗯，是长短都同意，是吧？是吧？我觉得真好，喜欢就买了呗。这个多少钱？你看这个1490，好像超预算，是有点贵，算交流吧，宝贝，咱们有这钱买排骨去，一起交流是吧？好的，没关系，不好意思，你是不是不开心啊？没有啊，没有很喜欢。是不是还有这钱买吃的香？我跟我哥们学了一个魔术，给你缓解一波心情，大便排骨。你快点把眼睛先闭上。好吗？好吧，睁开吧。他不止一次骗你，什么时候买下来了？秘密，这是个魔术。我要做什么呢？就假装我没来过，好吧？假装忘记，他不懂爱情。不用退，不贵，魔术是不要的。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如何不花钱哄女朋友开心？于是我决定带她撸狗，撸。还是免费的狗狗香啊！撸，撸。他好紧张，我都看不到他的脸。看完狗狗满足了吗？嗯，满足了，开心。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结束？下班了。你今天也好早。因为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什么惊喜啊？这不像满，我给你买了一条狗。在哪？在这儿。当。你是不是以为一条真狗？我们待会儿去吃烧烤。你不就是我的狗吗？把东西收一下，咱们去吃烧烤。给你的一句很难起爱交换你的给的关系你明明是从那天在店里看到的你我却始终不能你别哭了他们又该说我欺负你了你别哭别哭